日，何洁与贺子铭的离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，两人是典型的女强男弱型夫妻。何洁2005年参加超女夺得第四名，红遍全国，而贺子铭2006年才正式踏入影视圈。婚后何洁赚钱养家，脾气大，贺子铭则一度被嘲讽吃软饭。其实娱乐圈有不少明星夫妻都败给了女强男弱，林潇肃出生于电影世家，不过姚晨抢先通过《武林外传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林潇肃却是一个注重家庭的男人，对事业野心不大，最终两人也是分道扬镳。钟丽缇与第二任丈夫严征有两个女儿，但钟丽缇不愿放弃事业，专心照顾家庭，严征也因处处都掩盖在钟丽缇的盛名下而选择离婚。袁立2005年与赵玲因戏结缘，可婚后不久，袁立就公开指责赵玲是个酒鬼，不思进取，而赵玲也回击妻子在家是袁霸王。梅婷曾与李小冉前男友燕波有过一段婚姻，当时燕波还是个普通白领，梅婷却已经走红，还毫不犹豫拿出所有积蓄支持燕波的导演梦，结果却血本无归。燕波之后还被爆出轨，成渣男代言人至今。1992年，吕方与比自己高3公分、大5岁的郑玉玲相恋，之后吕方干脆过起半退休生活。郑玉玲为人强势霸道，多次让吕方难堪。16年后，两人还是以分手告终。1998年，冯德伦与大自己4岁的莫文蔚交往，据说冯德伦初期做导演的拍摄费用也有部分是莫文蔚仗义相挺，不过他却在莫文蔚努力事业时出轨，导致多年情分手告终。奥斯卡影后瑞希·威瑟斯庞和前夫瑞安·菲利普20多岁时在派对上相识，很快便结婚生子。随后威瑟斯庞因为律政俏佳人名声渐长，但是瑞安·菲利普仍在3-4线明星的水平上停滞不前，还被妻子发现了手机里与一位澳洲女星的情欲短信，两人也只能遗憾离婚，令人唏嘘。